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 Lily 筍盤推介時段啦。今日新收咗一間洋日居，附設有新淨裝修同埋有家私嘅三房套海園景賣盤單位，想誠意同你哋推介。记住登入我的 YouTube 频道 Lily Chum 沈厚利，按订阅 Subscribe， 然后按钟仔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了。今天要同你们介绍这间三房的沿海景卖盘单位，它是位于洋日居的三座高层 A 室，实用面积934平方尺，一层是有七火，附设有三个升降机，而它位置在正个边边位置，私隐度非常之高。不讲那么多，一起跟我入来看看吧。入到来首先经过这个玄关位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宽敞的客饭厅，是不是空间那么极为之足够呢？而且很光猛呢，一起看看外面的景观。在这里望出去，除了可以看到九龙站上盖公园景之外，也都可以看到部分的南巴勒海峡，景观大致都是开扬幽静和很光猛的。再者看回客饭厅，空间感极为之足够，做了一辣的大柜都还有很多位置，而这里也都加了一些射灯位，视觉上个厅是更加之阔落，楼底高度是介乎 8.1 至 8.5 尺。说了这么久，一起看看睡房区。近厅这间房非常之阔落，大概是有8尺阔的，而窗台位也都完全善用，这里还配了一个 L 窗，令到整间房采光度是非常之高的。整体全间屋望出去，厅房同向都是看到同样的开扬海原景，非常之舒服。这里放了一张 3.7 尺乘 6.3 尺的大床，都还有极多空位置，还可以放多一个大的收纳柜，而门的后面也都有一个做到接近上顶的收纳位置，可用的空间真的非常之多的。再者我们看看隔离这间房，相对地比较方正，都超过62平方尺，拿了来做收纳柜位，你看看可用的空间真的非常之多的。而这里望出去，同样都是看到开扬而幽静的海原景，非常之不错，整间屋整体都是非常之光猛的，更加分了。这间房如果你不拿来做衣帽间位或者收纳柜位，拿来做睡房也都是不错的选择来的。再来一起看看主人套房，这间房呢经拉直之后，空间感更加之足够，放了一张6尺乘6尺半的床，都还可以做到三边落床的充裕效果。这里同样都是附设了一个无敌的 L 窗，望翻出去也都可以看到九龙站上盖的公园景和海景，非常之舒服呢。每朝起身都看到这个海原景，整个人都即刻很有活力啊。再者窗台位你亦都可以加以善用，而床头旁边除了有足够的位置给你放床头柜，亦都可以放埋梳妆台，浴室旁边亦都做了一辣深厚的衣帽间位，你看看可用的位置真是十分之多的。浴室保养亦都是很新净，保留发展商原有的装修间隔之余，同样都是有窗有浴缸，亦都是有埋淋浴的空间，非常之不错。试想下现在的新楼还哪会那么容易有齐淋浴和浸浴设备之余，还要是名次的设计呢？所以这间屋超加分啊。整体全间屋我们行匀了一大个圈，你都见到周围都是多窗光猛和很通爽的，而走廊旁边也都有多一个客厕位置，保养非常之新净之余，同样都是有窗有淋浴的空间的。以接近20年楼龄来讲，这一间屋真是超加分啊。最重要地板墙身亦都是保养极为之新净。出翻嚟，我哋由另一个角度睇翻呢个客饭厅啊，你可以睇到咧，空间感极为之足够，而且咧亦都系好阔落，放多一个大嘅组合柜咧都绝对冇问题噶。而厨房保养亦都系好新净，橱柜咧亦都系经重新装过晒嘅。而呢度咧附设咗 U 型嘅工作台位，收纳空间同样充裕，仲有埋大窗添。基本设备好像有明火煮食、抽油烟机和雪柜都是有齐的，两个人煮饭亦都不会有逼劫的情况。而工人套房这里亦都是加了一个接门式的设计，令到空间感大大提升，收纳位置亦都是充裕，里面有埋浴室之余亦都是有埋洗衣机和干衣机的设计，非常之不错啊。这种保养极为之新净，重要是全屋多窗光猛，保养非常之新净，绝对是一拎锁匙入嚟就住得，亦都贴近股价的优质三房海原景市场放盘，必定是越来必走啊！
有兴趣的话欢迎随时联络我 Lily 约看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尖沙咀九龙站附近一带的笋租卖盘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Lily Shum 沈厚利顺厚利。多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